他就射到里面了，是不是？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去哦，我没有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 Terry。各位好，我是Rain。那我们接下来拍我们的梗图系列。那今天这个主题的话是卓一要求。好了，那各位如果喜欢这类型的话，记得帮我们点个喜欢。那顺带一提，最近猫咪的频道有复活，我们是固定每周六下午的3点会更新猫咪的频道影片。那大家有兴趣可以点资讯卡订阅与猫同乐会。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影片，请各位旅行者过剧情时最起码起个人的名字。哇塞，他就射到里面了，是不是？是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去哦，我没有。啊，射到里面了，快想想办法。这个蛮不错的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早上训练师磨练的好玩吗？赛马娘的嘛，赛马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你笑了，你笑了，我没有笑出来。你看。的一声，对啊，我的哎呀，气场不行啊！所以这意思是赛马娘盯你，你他妈昨天没有玩赛马娘这样，啊，磨练的好玩吗？这样，你还玩通宵？啊，这很酷哎！你竟然知道这是什么梗？我当然知道，我有玩啊！它上面出现那个应该是108公分之类的东西，好屌！它坐在金沙上哦，很酷哎、欸，很酷哎、欸，靠腰的，而且金沙没人差小他继续游。我跟你们讲，有玩红蓝宝石跟绿宝石的，对，一定真是超怀念。其实我很希望那个红蓝宝石、绿宝石可以重置在 Switch 上面。哎、欸，真的，只可惜他们已经重置过到 NDSL 上面了，所以还是有机会，但是可能要在比较后面了。移植可能也不错，可是画质明显有差，所以我觉得要么就是任天堂他要出下一代的情书、啊，我很期待他可以出到60fps， 现在只有30。对，但是你玩久。过了 Switch， 你会觉得也还好，这样没差。再来玩法，还发现女友六小时前叫我陪她看剧，哦，等她进去就啊，然后就想象你，然后你的女朋友就在那边徘徊这样，然后她会像法兰街舞队一样在那边跳，你知道法兰街舞队？我不知道，她也是黑暗灵魂的梗，因为他们的招式实在太华丽了，会跳起来炫一圈，然后砍这样，我们都称她法兰街舞队，看超好笑，这个蛮有梗的，这个我很喜欢。哦。宝可梦的概念，我有史密斯，什么拍掌啊啪，直接秒杀。他是打败他旁边那个人吗？这是 Pokemon Go 嘛？然后立在那边，啊，旁边那个人在那边躺。其他群内成员，当你 boss 的时候，差不多差不多。每次我开台的时候，工作室群主，下去。对。然后他说我抽到了，我的天！当你发现女武神会吸血，不对啊，怎么又满血了？对哦。我后来找到一个很卑鄙的方式，我直接把他秒杀掉。有一招叫尸山血海，就是有一些网特别会怕这种招式。他二阶段的时候，我直接原地开两套尸山血海接到完，他没有 CD， 他就死了。我没有，我就接完，然后喝水直接接一套，对吧？我直接接把他接到死。可是正常人打是要打很久，用卑鄙手法打完也就反恨。你不盾反是因为你不会，我不盾反是因为法杖没办法反击，我并不一样。有一点道理，有一点道理。Boss， 你魂系玩家的二周目日常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才是 Boss， 不，你才是 Boss， 你是 Boss， 你才是 Boss。哦，对，我已经打完一周目了。对，在这次的《基赫拉动物森友会》当中，你的角色上又有更精致的膝盖细节，好让尼克可以在你无法准时还债时轻松打断他们。没有，没笑，我是惊讶，他真的是有做出膝盖的细节。所以动物森友会还有更新吗？没有大更新了，就小小的吗？应该有吧。1945年被核弹轰过，2011年海啸过后，这鸟居的物理引擎数据是不是没设定生命值啊？真的哎、欸，好屌，它屹立不摇哎、欸，就算它插在土地很深好，它上面应该也会被侵蚀、倒掉之类的。之类的，对啊。它好屌啊！以前古人的智慧 ，What's that？那是什么音乐 ？Music 啊 ，What's that music？ 好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知道我为这个 say 很久了。难怪你刚刚说按就按。请说出以下游戏王卡片中哪一个是龙族怪兽？我忘记，雷梦有跟我讲，但我真的忘了。就看不出来，就跟 FGO 哪个是男的一样。乐观主义者，这水还有一半；悲观主义者，这水只剩一半。艾尔登法环玩家，这水想干掉我。他最后就啪跑出来，然后变史莱姆了。傻小，艾尔登法环是有可能会发生的。所以你喝一杯水，他可能会杀死你。没有，水可能会变成怪物。黑暗大法师，
靠呀，我懂意思了。而且他手还故意呀，他那个，他手是这样，呈现一个就是被干的形式。乐观的人这杯水满了，悲观的人这杯水半空了。法环玩家，这杯水是不是要进入第三阶段了？身为魂系游戏，没有进入第三阶段，真的是不太合理。哎，这也就有讲过，他之前打了一只王，他想说，你差不多进入第三阶段了没有？他二阶段就结束了，那他这就对他很失望，因为他觉得那只王应该要有三阶段才对。BOSS 支持，没错，那个我们萎靡一心都有三阶段了。神鬼一家死，我忍住了，好可爱哦。而且艾德法玩这里有十只怪物，长得基本上一模一样。在那个火山宅邸里面，就会有拿盾跟拿一把剑的蜥蜴，然后是这样站的。没有，但是他是这样站的，没错。哎，哦，这是同一个只手吧？好酷哦！哦，这也是同一个。好，哦，我懂了。然后接下来就会播那首歌，然后安努开始杀光全场，哭爆全场，直接哭爆全场，这样好哭哦！两边都有一对，中间在哭，中间就是半年前的我，谢谢。哦，现在拿铁，今天感觉下空测试没猜好，就这样摔了下去，口袋里的零钱还滚出来，结果后面女生对我说：“你没事吧，艺术小子。”我觉得后面的那个女生也蛮有梗的。从这三个孩子中选一个做你的伙伴吧，放心，剩下的孩子我会好好照看最后的。剩下孩子我会做成脚踏车的，剩下孩子会做成道具给你的，剩下孩子会压成碎片给你。干，真的是压成碎片了。看看 Pokemon Go， 当你终于击败，怎么大部分都是魂类游戏的梗？当你终于击败了头目，但是战斗意愿依然继续时，等等。哎呦，很会 say 哦。你无法将房子建立在此处。红色的。我懂，我完全懂，还蛮好笑啦、啊，怎么会有这么红的房子啦、啊？巴拿美第六天魔王 ，what？就是中国抄袭烂游戏之类的，这太抄了吧？对啊，就是各种抄。巴拿美，但这样巴拿美是那个谁？对啊，出租女友哎、欸，不是，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要不要再说一次啊？因为马啊是学姐靠腰，她用了魔法少女小圆的名字。然后第六天魔王信长嘛，信长，然后信长的图，对，信长。所以他下面那六张图是谁啊？你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太出来。啊，爸妈们在这里。错啦，错屏啦。而且这信长还蛮好帅、哦，解析度蛮好看的。三小听说这是盗版中国游戏里面的，虽然不知道图片有没有盗就是了，但是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风，让一个穿着月亮水手的迪奥当角色不知道哎、欸？而且后面的那个什么扎瓦鲁斗也是那个呢，也有穿那个天鹅装细节呢。三小啊，到底是发什么风才会做这种山寨游戏？是我就会玩，A 这一定会玩。没了，几杯？两杯？哎，还行。可恶。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这一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订阅喜欢。我每周六的下午3点会放我们的猫咪影片，对，会放吗？所以大家可以记得去订阅一下猫咪频道。然后每周六日的下午1点会在黑羽陪玩里面发游戏影片，大家也记得订阅一下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